呀，我发现女孩的要求比男孩的多。人家说的细致。部长他们俩老在聊天。对。我刚刚说什么了？你现在重复一遍。哎，他有点招儿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了，但我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。对。你说的对。安静一点，这个其实可复杂了呢。复杂。再说一遍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到那边，就是我们昨天的划船点，我们已经踩过点了。然后一米九吗？大模特啊！我可不带这个，显得我像挺矮似的。敲锣、弹子弹，不是吗？是吗？我刚说什么了，麒麟？罚站，就说那个把。麒麟，你站坐这儿来。罚站吧。站都不能一块站，那个谁，你过来，你坐站这儿。我早就想跟郭麒麟拆开了，他老影响我学习，划分界限。好，接着，这么唠的更方便。郭麒麟，你过来。哎，你接着孟姐旁边，你去舞长那儿。我希望我在半个小时之内把咱们这个会议的内容说完。是，让屋长看着他，就站着。